10周年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施先生的关心。舞台上方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要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，也再次感谢北海家族，感谢美国华人工商总会，谢谢永生国际，也谢谢海英集团。舞台上方来自的活动计划创意整合行销硬体执行来自深广云乐，那舞台上方正在发礼物的是来自我们的哦嗨哟，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逸璇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咯。那礼物我们全部发送完毕了，对不对？再次热情掌声，谢谢哦嗨哟，谢谢我们所有的表演团队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面咯，谢谢，拜拜。